上半场结束，吴梦婷暂时以6比4领先。下半场李宇辰能不能上演超级大逆转呢？请继续看下去。你 ，Hey Siri， 下一首。太冷门了。等你听吗？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。说好新闻。怎么了？你累了？说好的幸福呢？我懂了，不说了，爱淡了，梦远了。说嘛，欸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这里难，因为它有两个前奏一模一样，一个是听爸爸的话，一个是说好幸福的。Hey Siri， 下一次懂？下一次。好，这你的啦，这我没听过，难的，这种歌我已经没听过。这是迷魂曲，有这首歌哦。哎，真的哎。哎，金叹号我很不熟，输了输了，金叹号是最近的哦，不，不是最近，金叹号那一张我都蛮讨厌，是那个水手怕水那一张，是吗？那就要下一首 ，Hey Siri， 下一首，哦，这个简单的，风，对。Hey Siri， 下一首。我们看他怎么这段唱。最后一首，最后一首。这有两首，这是阳光宅男，不，这有两首，这公主病。对吧？金蛋号的，金蛋号的，是吗？我金蛋号的不熟。金蛋号是我买的第一台那 MP3， 然后下载的。第一个专就是校园型的金探头，因为那时候刚好刚出，然后又配到刚好买了一个金探头。对。Hey Siri， 下一首，这个比较好听。你好吗？很好听。时光机。只有我们唱第二首诗，最后一首，我等下看一下讯息。下一首，这你不会哦？等一下，我也有听过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等一下，我听过这首。那你为什么不？你干嘛不回答？我想啊。哎呀！噔噔噔噔。回到过去，想回到过去，试着把你遗在外面，手却的脸还有一点接近，八度空间的太强了吧。 Hey Siri， 最后一首。下一首。 Hey Siri， 我已经玩了快十分钟了。下一首。哦，这个韩流来的刚好。这是什么啊？送你送你送你。那叫什么？副歌进去。那那那那那。不爱我就拉倒。不爱我就拉倒。离开之前，不要爱的打倒。这太简单了。又太简单了，刚回到回到过去。Hey Siri， 下一首。好。危机。Hey Siri， 下一首。下完几首。Hey Siri， 想唱不理我。他怕了，他想都是我得分。下一首，拜托来首冷门的，冷的。哦，来啊，聊上学吧。对。把你的手借我，请你不要想太多，爱你不说出口，只给你打气加油。哦，我也没听过哎。有，我有听过。Hey Siri，
下一首。好了，再让你得一分，我们就结束这个比赛，已经有点小久了。还要听爸爸的话哦。他说，那应该播过了。对哦。我说的我的爱你比较多，也说的你的爱沉默很久，承诺太多，多少会错。啊，听爸爸耶！好了，算是平手了，好不好？可以算平手。拜拜。最后第五十一题，宙斯赛。Hey Siri， 下一首。听见下雨的声音，你呢？平手吧。好，下一题啊。欸，我在猜也是吧。法鲁雪，这好，这不行。